既然三毛是为了我才打算种这些花的，那我还是帮他一下好了。不过这些花该怎么种呢？有了，那边有一盆花，看着挺好看的，不如就让那个种一些吧。橘色的话应该是黄色跟红色的花合成的，玫红色是红色跟蓝色。不对，合成个紫的呢怎么？但是紫色的叶子也不是这个形状呀，人家上面还带着黑色的花枝呢。不行，这个不对。天哪，玫红色的花咋合成的呀？好歹我也是研究过炼金术的人，种花这种事儿小菜一碟。我的天哪，摆弄了半天终于种出了四朵好看的花。等我把那些花移植到三毛的花盆里面的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四朵花竟然变成了一朵蒲公英。这蒲公英咋被风吹散了嘞？歪了，我摆动那么半天了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我去，不是吧，那些蒲公英的种子竟然飘到了三毛的肚子里，然后妈妈怀孕了。这蒲公英该不会是用女儿国的水浇灌长大的吧？这也太神奇了，这速度比玛丽还快。不如我先去看看无毛吧。不是，我说同样的年纪，无毛怎么看着比三毛老这么多？还有你这干啥呢？咋还干起木匠活了呢？来，我看你都干咋样了。好嘛，连一块木头都锯不好，看来呀还得靠我帮你呀。